我常会把这个音量的训练哦，比喻做一颗球。你想象它是一个有弹性的球，当你不断的去撑它的边缘的时候呢，它就会越来越大。那当你每次呢，就只习惯用七分力，它其实是会一直萎缩，越来越小的。哦，这也就是说，当我们都习惯说每次呢吹乐器的时候，就是吹差不多的音量就好。事实上，你的音量是会越来越小的，你会越来越吹不大声。那这个音量的训练，当然它有很多的方式，但是我必须说，如果平常你都习惯是一个人吹乐器的话，其实你很难去练到你的音量，因为毕竟当你一个人练习的时候呢，你是很容易把声音吹出来，然后听得很清楚，因为就只有你一个人嘛。所以往往这个音量的训练是透过我们跟人家合奏，一起演奏的这个过程，去慢慢的去挑战自己的极限。因为无论你参加管乐团啦，或者是说萨克斯重奏团，当你很多人一起在演奏，可能是 forte 大声的音量的时候呢，你可能会开始觉得，我听不太到自己的声音，你就会去试着去挑战自己的极限，把这个球尽量的撑大。那这个过程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怎么样音量都吹不大声的人，请你看看是不是因为你平常都习惯只接麦克风练习啦，或者是说你就是一个人练习。好，那所以会强烈的建议，如果你也可以找到一群同好一起合作的话，对于这个音量的训练它是有帮助的。